圣主，这马年岁已大，怕是治不好了。若是治不好，我只好把你杀了，换个人再治。圣主饶命！饶命！我再问你最后一遍。能治好吗？能，圣主。 在万路门混了这么久，你也该把你那七大点的胆子变得大一点了。可是，还是应该与人为善呐。你不好好在雾里待着，跑出来干什么呀？哦，对了，我是来问苍岭哥哥的。哎，苍岭哥哥呢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已经被南山主治好，丢出神迹伤了，性命无碍，别担心了。原来万路门的南山主这么厉害的呀！ 可是苍岭哥哥伤的那么重，他真的一天就治好了吗？不然呢？他顾寒光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，我能让他当我的南山主吗？哼！哎，那你呢？你也是被他治好的吗？我看昨天北山主给了你一杖，好像你也没事了呀。吃了颗九转丹而已，不过九转丹也是顾寒光练的，算是他治的吧。九转丹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就是那个宁气生仙图。 不舍九转丹的那个仙药，哎，那你们南山主可以练九转丹，那为什么他不依自己呢？我听人说过，他以前还是个翩翩公子呢。你还知道挺多。我这南山主。 他以前是十大仙门虚宗门之人，后来叛出虚宗门。他姓顾，名陈，字寒光，人称阎王丑，因为他医道修的能从阎王爷手里强人。他年少成名之后，便常年隐居山野，不见踪影。后来再有他的消息传遍江湖，就是他被我招入万路门时。 他从一个美如玉的翩翩公子，变成了一个面色苍白的男子。从此极为畏寒，再难痊愈。从那之后，江顾流言遍野，说我陆昭瑶贪图功法，用力过度，将顾寒光害了。那到底是不是你啊？我陆昭瑶风里来浪里去，纵横江湖这么多年。 放眼全天下，没有一个男人能比我更帅气。他顾寒光只有医术能入我的眼，要论贪图功法，也是他顾寒光图我的功法才对。哼，他是因为一个女人才变成这样的。
可不是为了我，那是谁啊？这是顾寒光的事儿，回头你自己问他呀。别嘛，我怎么好意思去问他嘛？你就告诉我一点点，我保证，我努力帮你做好事，好不好？做好事难道不是你应该的吗？别回去要疯了，直接下山干活去，现在就去。 需要帮忙吗？不了不了。哦，哎，你需要帮忙吗？哎，你好，你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。芷烟，苍岭哥哥。芷烟，快随我回去吧。南山主已经把你全治好了。 治好了，没什么事就赶紧回去。不，我要带你走。苍岭哥哥，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啊？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我们根本也回不去了。在我看来，现在的剑心门比万路门凶险百倍。我在万路门待得很好，他们没有囚禁我，也没有打我骂我。 你看到了，我现在完全可以自由出入。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你以后也就别说带我回去了。你走吧。这门主，秦芷烟呢？已经回西岳峰了。把轴承殿收拾出来。收拾干净，屋内东西别摆设太复杂，简单就好。 把床榻摆在西北角，西北角，那不是与门主的卧榻仅一墙之隔。照做。是。门主，门主吩咐了什么事？为什么还有点面带喜色？去，把卓辰殿收拾出来。卓辰殿。 收拾那点做什么？莫不是门主要交代秦芷烟？算了。 这样做对苍岭哥哥也好。哎，打起精神来。哎，你好，你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。您真的不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。哎，我可以。我。 抱歉，李门主，对不起，冒犯了。起来。 你可知有人要取你性命？啊，我知道。那为什么还要下山？帮陆昭瑶做好事。
以后下山，让阿大跟着你。日落前，必须回半路门。是。这一本也没什么好学的，倒是可以给纸烟那个丫头，多谢门主将我送回。拿着。这个是什么呀？下次带着他出来。哦，好，好的。你且去将东西收拾收拾，稍后你同我前往乌厄殿，我在这院中等你。你怎么和小丑八怪一起回来了？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！果然还是不能和李晨兰待在一起，我走路都快动手动脚了。他不说话，身上那股气息都快压死我了。下次记得喊他师傅，自然一点，可爱一点。来，学给我听听。师傅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手里？他给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定情信物啊！快带上去勾引他一把，让他去藏书阁给你找点更好的秘籍，送更好的丹药。不，我不去。没出息。我去。为什么突然要去吴阿殿啊？你不是我徒弟吗？门主徒弟哪有住在戏月峰的道理？这小丑八怪。你不想去啊？没有，想去。去啊，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哼，你就是喜欢上了这个身体，想跟他住在一起，时时刻刻都能看得见摸得着占便宜是吧？别以为我看不透你这个小闷骚。师父，这条路太长了，我腿都走酸了，要不你背我吧。过来，我很重的，背得动。
走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师傅这鲛人砂摸着还挺舒服，我忍不住多摸了几下。摸吧。我的功法呀！师傅你累了吧？不如把我放下。不累。姑娘。这里不比沉寂山其他地方，以后姑娘住在这儿还望多守规。停，这儿的规矩我知道，我听他的，而你得听我的。行了，我罚了，下去吧。哎呀，魏长，我之前说的对不对？秦芷烟这小丫头一点也不好对付，关键门主还惯着她。小丑八怪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这床摆放位置的蹊跷。隔壁不就是你清波殿的床吗？那拆了这堵墙，不就等于和你同床共枕了？贼心招人若饥。既然近水楼台，我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？牛头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？有人欺负你吗？谁敢欺负我呀？太阳快出来了，走吧，去卓辰殿。卓辰殿在哪儿？吴恶殿后边，清波殿旁边。你以后就住那儿。自己找路上去，不行就问别人。现在万路门没人敢得罪你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去吗？我要去找顾寒光。干什么？偷毒。白芷、三七、凤根果，哼，这方子倒是稀奇。
这不成？嗯，哎，柠檬头，你回来了！这哪来的汤啊，柠檬头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快把这汤给李晨岚送过去。 我不然呢？哎，等等！你窝头，我就知道你刀子嘴豆腐心嘛。行了，去吧，一定要盯着厉晨岚把这碗汤喝得一干二净。我在里面放了点好东西。 去啊，走啦！稳住，别慌。哎，哎呦！真没用，就算让你得意一天。 定情信物给我带上。哦哦，真麻烦，改天我去做个一模一样的，我们俩一人一个，省得来回倒腾。这是重点吗？女魔头，我怎么感觉我要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？我可是坐等明天旭日出生呢。 顾寒光的七步倒，无色无味，见血封喉。时候立即送你去阎王殿。小丑八怪，你给我到地狱忏悔去吧。嗯，师傅，我先走了。嗯，什么情况？ 那日有人偷了我练的毒，原来是下给你了。嗯，你知道是谁？嗯，李晨岚，你别给我找事儿啊！唉，从此以后啊，你怕是得有不少事儿了。门主。
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最近对沙阵感兴趣了，新学了个阵法，正在试呢。没伤着你吧？啊，上手挺快，还差点火候。女魔头，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？一会儿熬汤，一会儿摆阵的。你要是继续这样再折腾下去，万一惹恼厉晨岚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能怎么办啊？到时候就把你推出去，让他把你砍了。女魔头，你好坏呀！女魔头，你是真的一定要杀厉晨岚吗？嗯，非杀不可。非杀不可。可是你现在功法也没有了，也没有北山主愿意帮你。就算是你当上门主，时间也不会长久啊。我陆昭瑶要的东西，谁敢抢走？再说，这门主之位本来就是我的。现在既然我回来了，再坐上这门主之位，任何人都休想把我赶下去。那厉晨岚不就把你位置抢走了？他有什么？不就有个万钧剑护体吗？我觉得我错过了一把剑，就像错过整个世界一样。万钧剑都时间那么长远了，你还在想啊？女魔头，我觉得呢，这个世上一定还有个万钧剑一样的神兵利器，甚至比他还要厉害呢。嗯，好妹妹，你终于有用了一次。啊！女魔头夸我了。师傅，进来。师傅，今天月色好美，徒儿想邀师傅一同赏月，不知师傅公务是否忙完了？细月风凉亭，理当月色最美。走吧。师傅真好。师傅，月色好美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看暗罗卫们练武，大家都好生厉害，好像各自都有特别的武器。那个阿大使的大锤，林子玉的鞭子也好漂亮。上次北山主欺负我，用的是那青钢拐杖。啊，我听说南山主手上的金针，除了救人以外，也可以杀人无形。可是我身上好像没有可以傍身的武器。师傅，四海之内，可有你看得上的武器？哼，我喜欢万钧剑，你把它给我呀。听说海外仙岛六合之上有一把宝剑，本是山巅之上的钢铁之石，受天雷风霜打磨，日复一日，竟变成了一把宝剑。它是六合天一剑，你倒是好品味。那师傅，我今日忙，隔日帮你去。听说那把剑还有手剑神兽，海外仙岛暗藏危机，千百年来无数勇士丧生于此。师傅，你就不怕？今晚的月亮好看吗？好看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只要你喜欢，那就够了。跳什么呀？这难道也是空空丸的副作用吗？太没用了，一句情话都承受不了。
我欲离开沉寂山两三日，我不在的时候，暗罗卫代我掌管门内一切事务。若有什么问题，等我回来再议。是。下去吧。老大，在。保护好秦芷烟。是，门主。子怡姐，门主以前甚少出山，此次离开万门门会是因为什么事情？门主自有门主的打算，门主不在这几日，兄弟们都警惕些。是。对了，盯紧卓辰殿。好。哇，你从哪儿弄的？和厉晨蓝的那个真的一模一样。万路门里门道多着呢，你好好带着。待在显眼的地方，这样厉晨蓝才能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。哎，对了，牛魔头，你知道吗？厉晨蓝今天要离开沉寂山了。我估摸着，他应该是要给你取剑去。嗯。喂，你怎么没个开心的模样啊？哦。传说中千年前的老魔王是因为去取六合天一界未成而身受重伤，才会死于魔道内乱。哦，所以你在担心厉晨蓝是不是？瞎说什么呀。师父，出去走走。好啊，走走走。这这动不动就来这么一下，我得短寿多少年呀、啊！稍后我便启程去海外六合岛，仙岛取剑，顺行术会受阻碍，或许两三天后才能回来。哦。怎么了？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，告诉暗罗卫即可。哦。你就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？哦。哦。师父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受伤。早日回来，我会想你的。嗯。